好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尾巴的转音哦，我觉得他现在整个都把它修掉了，整个质感都出来了哦。那唯一想要建议是你在升 key 了之后，那个地方从配角在你的背后那个地方，我觉得你可以，因为你自己有做了一些 melody 的改变，我觉得你可以再做得更漂亮一点，因为那边的有点卡到了那个地方，我觉得对，我觉得如果你再让它的整个张力再更漂亮，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的音域是做得到，那地方再做漂亮会给你更高的分数。谢谢老师，俊仁。整首歌你问可以跟人看看，没有，当然这个夸张了一点，可是我觉得崔健加五百吗？铿锵，我觉得你明白我的意思，尤其是这个 C 段，这个 bridge 爱以至此怎样的说法，你可以有一个情绪的呼吸，情绪的转换，而且以你的程度，以你的唱歌的 sense， 你绝对可以做到这样。可我不明白你这个歌为什么要唱得这么重，然后每一句几乎每一个字。慢慢来啊，已经，我觉得像卓安老师讲，有很多地方你都在转变了。马上就来看看巨人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王菲巨人演唱的《趁早》得到的分数是20分，没有多少老师都不懂。